天嘛还在努力，终于终于把门卸下来了，它里面一堆的东西。哎，你们这可不可以拿掉？这可不可以拿掉？我有给它弄掉，好不好？先弄掉，不然的话很不方便。对，好不好？先把它剪掉。你给他剪掉，改天再把它。我给你拿剪刀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。哇，对。早上已经运走了三台车，现在东西还有这么多。哇，各位大家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他就窝在边边的小缝，在那边做日子。吓死人了，嗯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伟大的我们清洁队员，真的，这环保大使，伟大的环保大使们，啊，这个资源回收没有，吓死！做一个是，好像一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盆子吧。对，它就是结局。那就叫做结局。对。可怕！我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到。